局长侯信芳攻下艺术推，宣布临时会正式开机。一开始，局长侯信芳就针对县内禽流感事件，要求县府相关单位一定要继续观察和追踪。希望防治所能提出禽流感紧急防疫计划，一旦有家庭检出到高病原的病毒，会应立刻方便扑杀行动。希望咱改善咱永嘉镇的环境卫生，断断禽流感。会中局长侯信芳除了针对付费双方所提出的各项提案来进行第一托会，另外也针对这一阵仔第三顶面抗议行建肋骨台事件，要求县府民政处以及县长李朝卿一定要徛伫县民的立场来设想处置。咱南投县当然肋骨台唔讲袂使去，当然趋势啦嘛，一定要但是爱一个总量管制吧，了解看卖啊对吧？莫讲来抢就准，来抢就准，对无？哦，毕竟这种物件。一定要比百姓较远，迄有一个规定无毋对啦。哦，啊，你咱爱徛伫百姓个立场，对哦。哦，这是毋是注定要注意看嘛？啊，应该若不他甲普通平咱老老讲，应该嘛无不了做吧？这个是不赞成的，比较困难。那目前在书上都是没有人提出的。我希望你个认为，这两句话，第三绝对袂使甲做普通平甲平有关啦。哦，反正你只要我甲你介绍。这次临时会将一直到后礼拜三，会中将针对这次议员甲县府各单位提出的11件重要提案进行审查甲商讨工作。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